深圳，别称鹏城，计划三年时超大城市经济特区。深圳拥有中国最强街道粤汉街道，这里汇聚了腾讯、华为、百度、大疆等龙头企业。这里的上市公司总市值相当于一个杭州、八个重庆，拥有上市公司182家，密度全国第一。深圳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年轻的一座一线城市，仅有40年发展时间，从当初的小渔村变成如今的超一线城市。在深圳，90%以上的人都是年轻人，因为这座城市的包容奋斗，吸引了无数前来拼搏的年轻人。深圳地区2022年生产总值高达32387.68元，人均生产总值更是达到了180000元，这个数值比肩奥地利、富可敌国。全球五湖四海的人们来到这里，为了争夺一席之地。当你停下脚步，无数的敌人仍在努力向前，你的眼泪感动不了这座城市，前面要做的只有拼命向前。深圳欢迎您的到来，这座无数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。